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早起的崇拜会。咱献上啊，咱感恩哈，啊，咱感恩上帝。啊，咱即时大家闭办心，咱要来开始咱今早起的崇拜会。我请大家起立，咱来三甲来读今早起的宣召。那今早起的宣召是记载在诗篇63篇第一到第四节。神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祈求你。在大旱野山无水的所在，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伫圣所中不安尼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甲你的荣耀。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加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也我的时阵，要这样称颂你，要奉你的名举手。咱即时三甲阿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真国我的上帝，除了你以外，阮无有别个的神。阿爸爸上帝，你是值得阮的敬拜甲俄罗，你是何等伟大，何等的奇妙，是满有慈爱甲怜悯的上帝，是信实公义、圣洁全能的上帝。和平的君王，对日出的地到日落的所在，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阮感谢你的大恩大疼，你的慈爱甲怜悯，每日拢是新的。感谢主的恩典，阮日日拢得到主你的看顾甲保守，阮献上感恩。阮也感谢上帝，阮将每礼拜日分别为圣，有机会来到主你面前，同心来敬拜你。求主你的圣灵甲阮同在，做阮的保惠师，予阮每一个人会通带着心灵甲诚实，直接来敬拜你。主啊，阮将今早起的聚会，拢恭恭敬敬的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伫遐亲自来带领，愿主你特别施恩祝福传道所要讲的信息，将伊做你的器皿，将你的道宏大传开。求主你啊，赐悟性，予听众的，予阮听了道，也会晓来行道。为主做光做盐，做主你美好的见证人，阮要将荣耀拢归乎父上帝。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咱即时来三甲来背诵咱今早起的经文哦，记载伫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咱来三甲读。耶稣讲：“我就是生命的牛，到我这来的，必定袂枵饿；信我的，永远袂嘴干。”咱过来读一篇哦。耶稣讲：“我就是生命的牛，到我这来的，必定袂枵饿；信我的，永远袂嘴干。”感谢主。咱请听几项的报告。咱也持基督教会主日崇拜，咱每礼拜有两堂，头一堂是中文堂的崇拜，时间是8:30；第二堂是英文堂的崇拜，时间10:00；地点是伫延慈恩惠学校的大礼堂。咱若无机会直接来参加早起的崇拜吼，咱下晡3:00左右哦，咱中英文的讲道的视频哦，会将伫 YouTube 底下来
恁的堂弟又就底下来观看。每星期日早起九点下午到十一点的早起哈，咱教会有儿童教会，也是叫做儿童的主日学班。地点是伫延慈文汇学校大礼堂的楼卡。咱厝内有一个细汉囝的，请恁鼓励因直接来参加咱的主日学班。拜三暗，每拜三暗，咱有英文部祈祷会，七点半，时间七点半。每拜四暗，咱也有中文的祈祷会，时间七点十五到七点半，然后接落去，咱有七点半开始，咱有闽南语的查经班，请恁踊跃来参加。咱也鼓励兄弟姊妹来参与每拜五暗的国语查经聚会，时间是七点半。伫这礼拜的拜四、拜五两暗吼，咱的查经聚会哦，咱是要伫咱的教会底下实体来聚会哦。时间是七点半，迄日都咱有邀请。咱有一位特别的讲员，就是林和成牧师，伊是台湾的一位牧师吼，伊要做咱的主讲员。伫拜特别注意哦，咱拜五暗哦的聚会，咱有备晚餐，所以咱迄个晚餐哦，时间是六点到七点，所以咱请大家注意。奉献是一款的敬拜。上帝爱咱哦，甘心乐意底下来奉献，施比受佫较好，所以咱就直接安尼来为着咱的教会，为着上帝国度直接来奉献，为着咱教会有需要个吼，所以咱对遐底下来尽心尽力来奉献。咱后壁还是头前哦，咱遐有奉献箱。啊，是平常日，咱教会也是有奉献箱，那不是咱会做咧在伫咱教会银行户口，吼，伫啊后壁这个 BDO 的银行。咱即时来三甲起立吼，咱来三甲来吟诗，来赞美，来上帝。Hallelujah.
坐上山阶高崖，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高。咱有关起立吼，咱即时来三甲来思想上帝话句。咱今早起的读经哦，咱今早起讲到的经文哦，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到第三十八节。咱来三甲读，耶稣行遍各城各乡，伫会堂内教训人。宣讲天国
的福音，各异地各样的病症。伊看见真多的人，就怜悯因，因为因困苦流离，拿上油无薄人一半。伊是对门徒讲：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恁着求庄稼的主，找工人出去收伊的庄稼。这是上帝话，愿上帝祝福伊家己话，请坐。咱个刷落去时间就要交托课，刘团啊刘团多哈，伊今仔早起的讲题题目是苏芳的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好早起，哎，各在这边来，大家早上好，还是普通话好啊。普通话的实力越来越强了哈！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刚才已经翻开了你圣经的话语，求主你圣灵临格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来跟随真理的主。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主临格在我们当中，听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如果我说哈，这个讲到篮球的这个领域哈，你脑袋瓜里面一定会浮现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对不对？谁啊？ Michael Jordan， 来放一下哈。然后呢，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国内是谁？这几年没有几年可以有人，暂时还没有人可以超过谁。还没有人超过姚明，所以说哈，这个篮球领域里面这两个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榜样级别的人物的存在，可以这样说吗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篮球。我们说的足球呢，这个 Lisa 的几个孩子就超喜欢这两位啊，一个是 Messi， 另外一位呢是罗纳尔多。应该说这几年来估计很少有人可以超越这两个人，也是榜样级别的人物的存在。我们再来看好不好，如果你说到各个样的大米的行业呢，你一定会想到谁啊？不是陈长老。如果你提到米的行业的话，一定会想到谁啊？我们中国的谁，元老前辈，叫袁隆平先生，很厉害的，他让我们中国14亿人口怎么样，这个解决温饱的问题。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在想很少有人可以超越他，他是这个领域的榜样人物的级别的存在啊。都讲到中国美国哈，我们菲律宾也有啊，谁要来看一下我们菲律宾谁啊？哇，那个我们刚来的弟兄姊妹哈，你这个人其他人可以都不认识，这个人你一定要认识，叫什么 Manny Pacquiao， 他在菲律宾是什么级别人物的存在啊？哦，那是绝对撼动不了地位的，这个拳击的领域里面呢，这绝对是一哥级别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这几个领域的里面，你还有想到谁呀？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讲到提到在侍奉的领域呢，哦，我们一定会提到谁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最模板中的模板的存在。如果你刚刚开始服侍，如果你服侍一段时间了，如果你全职服侍很久了，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你在生命当中你一定会找到，要想去找那个服侍的榜样的存在，你赞不赞同？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来看侍奉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耶稣的侍奉到底给我们有哪一些的榜样？那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侍奉的范围啊，侍奉的范围。在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长老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提到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基本第九章的末了。如果说在马太福音的这一章经文呢，我们可以说是承上跟启下的存在。上面呢，第五章到第九章，可以这节经文的第五章到第九章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对第十章的一个耶稣的新的一个开始的又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铺路。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到了第九章这里，你会看见耶稣的服事怎么样，相当的忙碌。你看到没有，第九章都有很多的服事，对不对？然后呢，到了第三十五节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耶稣在这里可以说用一句非常总括性的一段的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 OK， 然后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接下去呢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三十五节的经文的里面呢，圣经提到呢，耶稣呢走遍各城各乡。英文怎么翻译呢？英文在这里说是叫做走遍所有的乡跟镇，跟乡跟镇，走遍了乡跟镇。那这句话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不知道长老几位啊，在各个样土生土长的，对不对？你敢不敢说你们在各个样已经是走遍了各个样的这个城市啊？我还有一些地方你没去过，我带你去好不好？你不敢讲你走遍各个样各城各乡呢？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圣经说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我们再来看啊，他走遍了各城各乡，然后呢又在会堂里面什么教训别人，教训这些的人。 OK，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英文里面很整齐哦，在英文里面是走遍各城各乡，然后接下来很整齐的三个动词排，第一个 teaching， 第二个 proclaiming， 第三个 healing， 就是教导宣讲，然后再医治。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在这里有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啊。有一些解经家这样就是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教导，在会堂里面教导这些的人。OK， 他说在教导这方面呢，他把他重点放在怎么样？在旧约的律法，或者说在理性的层面。OK， 重不重要？重要，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他说在那里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件事情，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等一下再一看好不好。第三个他讲到是什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这三个动作呢是排排连在一起。我们从最后一个看起，他说在这里呢不仅教导人，不仅宣讲福音，最后呢还在那里呢医治各样的病症。医治的各样的病症重不重要？耶稣在做，耶稣参与到这样的服事的里面。有人说在这里说耶稣好像要医治，所以呢就特别注重医治的这件事工。其实在这里耶稣啊，圣经提到呢，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怎么样？他有他的重要的目的。耶稣医治各样的病人，让我们看到呢，耶稣呢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乃是知道人间的烟火，特别那边生病的人的需要。
OK，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中间的这一块好不好？圣经说什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什么？教训人，然后呢？宣讲天国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没有？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是在哪里？是在各个样这一片领土上，对不对？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在地上可以做天上的事工？ OK， 在地上宣讲的是天国的福音。我相信马太这个人，马太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马太这个人在这里提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十分清楚的知道在这个世上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还记得马太是什么人物吗？税吏、罪官，有钱不？好业不？所以你这个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马太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什么？天国的福音。我们再来看好不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呢，又在各会堂里。我请问，耶稣能不能，可不可以不要进会堂？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他宣讲的完全是全新的一个福音，他完全可以呢绕过会堂，但是呢，他选择了要不要进会堂而进会堂。因为那个是他的人，因为那是属于他的百姓，因为那一些呢是信奉的是旧约的上帝，所以呢，耶稣要进到各会堂的里面啊！你不要以为那些不要啊！你不要以为那些不好啊！特别是在国内，现在很有这样的思想，你不要以为这些没有用啊！不可以这样。耶稣进哪里？进会堂。第一句还说耶稣进会堂，然后呢又走遍各城各乡，所以你看到没有的范围在哪里？范围在会堂里面。是另外的范围在哪里？在各乡各镇，在达哥罗岸，在伊利干，在哪里？在各乡镇，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你跟我有时候呢，我们的思维限制了我们的服事，有时候你跟我的思维限制了我们服事的范围。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范围在哪里？在你的脚下，好不好？进会堂也要进到各乡镇去，因为在那里凡是有人的地方都需要天国的福音。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其实在外面呢稍微看的比较多一点点，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跟传道同工呢，他们都在各个领域在那里服侍我们的主。 OK， 我算一下好不好？有的在监狱里面服侍，好不好？好啊，谁愿意去啊？有的服侍体育运动，你知道吗？叫 sport ministry， 用体育跟弟兄姊妹跟那些人传福音，好不好？好，那是他的专长，那是他的恩赐，谁愿意啊？好，有的也做一些叫什么叫帮助群人，菲律宾很多台风啊什么的，然后呢就组织各个教会一些可以有能力帮助人的人，然后呢去帮助那些台风过后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不好？好，你跟我能不能触及得到？他愿意做。我最让我想不到的是，
我认识，不是认识，应该是我看到一位的神的仆人这样子来服侍，跌破我的眼镜。我让你看一下好不好，是他怎么服侍呢？这位呢是台湾的啊，台湾真好呵呵，台湾的牧者，台湾的一位牧师，在哪里服侍你想得到吗？我说起来你吓一跳，我自己都到现在我还接受不了。在哪里？在红灯区来服侍。红灯区明白不？红灯区啊，在红灯区，这个牧师跟师母，他回忆他的文章写下来，他回忆说他第一次 脚踏不进去。你敢踏进去吗？你敢踏进去？反正我还没准备好，我踏不进去。脚踏进去，要去服侍那些红灯区的人啊，难不难？不简单哎，容不容易？不容易哎。这个牧师刚开始回忆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那个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心麻麻的，就怕旁边会不会有人看到。后面就去，你知道去要做什么？嘿，你们要信主吗？你们要来？你们要悔改吗 ？No， 不同的行不通的。他回忆说他怎么进去的，你知道吗？进去，先观察他们的需要。这些人有什么需要，你知道吗？有需要，不然不会被迫，不会为了生活而这样子。他们有需要，所以你要观察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呢，后面聊聊这些人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晚上去的时候呢，家里有小朋友啊，没有人照顾啊。这些人最担心的是什么？你爷爷奶奶帮他带吗？没有，你算了吧。所以后面呢，就把这些小朋友聚集在一起，然后呢，聚集在一起，然后呢，给他们点心，然后呢，给他们唱诗歌，然后给他们唱。讲福音的真理，你知道吗？后面一次两次，让他感到你真的关心他，你真的帮助他。几个月后，甚至有了几年，一两年之后，就这样子做，把那些孩子叫来，免费给他们吃，给他们照顾他们，然后呢，给他们讲唱诗歌，讲培训，培养他们。然后后面呢，心开了。一个怎么样，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你知道那些有一位啊，其中有一些的那些红灯区的那些女孩啊，后面回忆到说什么？说感谢这一对夫妻啊。他知道他自己做的不对，但是呢，他没有指出我刚开始的不对。然后呢，越是帮助我，他就是越感觉到怎么样？生命当中或者是那个黑暗的地方，好像有一股的阳光照进他们的生命。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可以颠覆我侍奉范围的一个例子。我好像没有看到菲律宾有这样的服侍的牧者，有没有？好像还没有，各个样好像还没有。各位弟兄姊妹，侍奉在哪里？侍奉在脚下。侍奉不单单是会堂的里面，侍奉在哪里？侍奉在各个街道、各个城镇上面，好不好？求主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扩展我们服侍的境界。当然我们会说了，我们所传的就是刚才那个天国的福音，对不对？但是呢，在哪里？求主开你的心跟开我的眼，好不好？不要限制了我们的范围。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侍奉的心态。接下去耶稣说什么呢？接下去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什么，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接下来了，就加了一句，耶稣出去看见那些的人，然后呢就怜悯他们。
然后这些人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里的耶稣出去看见他们了，对不对？很多的人都看到了。耶稣看见了许多人，然后这边接了下去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说，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OK， 还是回到那个原点，耶稣把这些人比作什么？比作羊。OK， 这些羊没有牧人一般，也就是说，这些人没有牧者，可以这样说吗？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像这些人没有牧者一样。所以呢，这个就在诗篇里面我们就很熟悉的，对不对？这个大卫王呢，就用这个把我们呢比作羊跟人呐、啊。羊把这些人比作羊呐、啊、，OK， 羊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有养猪有养鸡，不知道有没有人养羊呢、啊？养羊其实蛮好的嘞，啊，这羊肉还很贵哦。羊你知道吗？其实羊如果没有牧人是什么状况？你知道吗？我说两个方面，好吧？第一，来。羊没有牧人，我说一定会没有方向感。第二，羊如果没有牧人，一定没有安全感。够不够？其实你可以再加，好不好？至少两个，好不好？如果羊没有牧人，至少有两个方面。那也就是说，羊如果人没有牧者呢，没有安全感，跟没有方向感。可以这样说吗？我发现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如何。我发现在菲律宾的有几种状况，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种的人啊，长老，像我们这种哦，从外国来的，从这种的人，你知道，你跟我都一样，你不要看我啊，你跟我都一样，你跟我其实心中有十足的没有安全感，赞不赞同？刚来的就很有体会。你不知道签证会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因为这里不是我们的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那个安全感啊，是本地华侨可能很难体会得到。如果你去国外，你就会体会得到，天天就想着这个签证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合法在这里可以停留多久。希望每个人的签证都 OK 啊 ，OK。第二，我发现啊，本地的华人怎么样？牙膏最新的啊，过老怕病啊最新的啊，为什么要做？贪钱啊！我说的对不对啊？其实越努力，其实越怕病。心中越反映出的那个安全感，你以为你够了资本，你以为你够了那个金额，你就有高枕无忧了吗 ？No， 对不？越努力，越怕病，越反映出我们心中越需要主。所以，亲爱的各位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方向感是哪里？所以我后面总结，不管是在这边住久了，这边土生土长了，我们都一样，我们的安全感是哪里来？从他而来。如果你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建立在他的上面，你晚上睡不好，你担心，好不好？羊没有牧人一般，我请问你的安全感来自哪里？我请问你的方向感来自哪里？我这次回去，我就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没有方向感跟安全感。到一个地方，传道啊，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啊？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
很容易晚上睡不好。你知道这个像这样的天气啊，像这样的时间啊，多少人晚上睡不着，你知道吗？你如果能睡得着，那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再来看好不好？这一段的经文里面36节，他说什么？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怎么样怜悯他们。圣经说他看见许多的人，我相信这些的人呢，里面包括菲律宾人，我相信这些人呢包括美国人，我相信这些人呢包括中国人。他看见许多的人怎么样就怜悯他们。我相信这些的人里面有做工的，有做生意的，有帮人家看店的，有做翻译的，有各行各业的。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怎么样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这些人不单单只是你也好的，不是，不是单单只看你这些很松穷的人，不是啊。哎，这样你说不，他看见了这些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人的需要，看到的是人需要天国的福音，就是上一节连在一起的。他的需要，人的需要，就是要天国的福音。圣经说36节，耶稣看见他们。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同工们，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你爱主啊，好不好？爱不爱主？想不想爱主？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你爱主，我鼓励你好不好？眼中一定要有人，可以这样吗？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你想服侍主，你眼睛一定要看到人的需要。你不要告诉我你爱主，眼睛怎么样？我只爱主，我在教会里我只爱主，都不关心人的需要。如果你爱主，一定会看到人的需要。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人的需要怎么样？不是有钱，不是没有钱的人有需要，不是那些松穷的人无需要，不单单是那些有钱，有钱的人、红牙当官的政府官员也都有需要，可以这样说吗？好不好？上帝一定安排在你身边，一定有人需要你的帮助。但是我们回台说，无论我们可以给什么样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我们可以给出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出去的时候就看见了人，就怜悯他们。你知道吗？这个怜悯很有趣啊。这个怜悯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那个浪子的那个怜悯，爸爸怜悯了，动了怜悯的心啊，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动了怜悯的心，这个心呢，就是意思就是你跟我看见这些人呢，就动了那个怜悯的心肠。你知道吗？对谁动了怜悯的心呢？圣经说是对谁动了怜悯的心啊？对谁？我们来看一下哈，看见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可以这样说吗？耶稣就对这些如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是不是这样？就是对羊没有牧人的这些人动了怜悯的心。哎呀，说到这里啊，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同工朋友们，你知道吗？如羊没有牧人的人啊，你注意啊，如羊没有牧人的人啊，
很不好相处啊。赞同？牙膏 complain， 牙膏豌豆，牙膏刺激人，牙膏不容易啊，不简单啊。亚利基贝丢不？如羊没有牧人的人就是这样啊，不容易相处啊，各位同工们。如羊没有牧人的人怎么样？嚯，不是你想服侍他们就可以服侍的。如果我说哈，如果你没有，如果你只用你自己的怜悯，我跟你说走不下去。Agree？ 赞成吗？要用耶稣的怜悯，耶稣给我们那个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怜悯那些如羊没有牧人的人。唉，各位同工，侍奉不长不短，如果不是神给你特别怜悯的心肠，我告诉你，你这条路走不下去。有时候在你跟我的周围，你说传道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周围就有如羊没有牧人的人，他以为他有，其实没有，好不好？若不是从天上的主给你那个怜悯的心肠，你打败底下好，你打败老伯塞，你没。你走不下去，好不好？我们换一种心态。原来有一个侍奉的榜样是从主那里来的怜悯的心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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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摸一摸，我们有没有？好不好？看看有没有？哇，摸摸，原来是我们自己的。把它换一下，你服侍很喜乐，你服侍可以走得更远。你换一下耶稣给你的怜悯的心肠，你就可以怎么样？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为主来服侍。Amen。第三个方面，侍奉的紧迫。接下去呢，讲完了，对不对？然后这两个耶稣跟他们讲完了，然后突然间转过来对谁说啊？对谁？圣经说对门徒开始讲话了，跟门徒讲什么呢？有什么好交代的呢？两节的经文，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要收的庄稼什么多，然后呢做工的人少。来来来来，这边有一个比较啊，我们做生意的人最生意啊，也爱比较啊，这个给卡，那个给卡哦。要收的庄稼多少多，追赶的人呢也少。我们再来看好不好？这边有一个词 很特别、啊、他用庄稼前面用什么来形容他？用什么？要收的庄稼。我请问弟兄姊妹，要收的庄稼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收可不可以？可以，烂掉。要收的庄稼是什么？赶快收，赶快收，不收怎么样？就会，你记得吗？这一次北京河北啊，应该是河北，对不对？水灾你知道严重的不得了，没想到这个台风到，然后到上面，哇，那个洪水暴泛滥。我据看新闻说是北京的什么河闸开了，然后呢河北遭殃了，是不是这样？本来应该不，应该是就是北京的事情，但是呢保住北京，然后呢旁边死得很惨。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农作物啊，快要秋收了，这个粮食秋天的秋，我们叫秋收，对不对？全部被淹了。我不知道那个范围多大，这个只是一个代表，就差那么几天，
以为没事，准备更好一点，对不对？谁想到那场洪水来，全部淹，全部淹。要收的庄稼，不收呢？我不知道这次损失真的是 不可估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收的庄稼，要收的庄稼收多少？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多到什么程度？啊，你发挥好不好？少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多我们算不出来，少我们看得到多少个？接下去耶稣派了多少人？12个门徒，就12个门徒。多少？少我们可以算得出来，但是多我们大概可以有一点点的顾虑。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好不好？这张的图片，来往下一下，这张的图片应该是前几个月我拍的，应该很有纪念价值意义。这是哪里？首部巴米基，你的故乡。我整整为这个地方祷告了13年的时间。这个地方讲中文的人多不多啊？我不知道是祷告个样的几倍，我不知道。我整整为了这个地方祷告了13年，你知道吗？2-3个月的钱才有了这样中文的福音事工。其实他们现在正在开始有我们各个样一点的不是功劳，有我们一点点的参与。为什么？我跟牧师两个讲，牧师你一直推一直推，对对对对，到什么时候啊？牧师说对啊，几个人就几个人来，我们一起去。我们3个人如约而至，当然他们两个牵头了，我只是帮忙而已。来去坐船，买一张船票的是去来好了吗？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到2-3个月前才有中文的聚会，现在还没有崇拜，现在至少开始了。多不多？菲律宾的讲中文的人我不知道，可能长老徐长老比较懂一点，只有1对传道才派进去。难不难？难。要不要？要。更何况是整个菲律宾。你知道明德闹是台湾2倍大，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讲？明德闹是台湾的2倍大。现在有几个中文事工在那里啊？最后，我们来看好不好？38节，所以你们当求谁？庄稼的主。打发谁？打发工人。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感动我们的心，好不好？单求，我知道这个是他的事情，谁的事情？主的事情。然后打发谁？打发工人啊！谁是工人啊？就是为主服事的工人啊，是不是？但是问题是谁啊？我们常常以为我为你祷告，你去吧。我以为是他去吧。你怎么从来都不想到是你呢？好不好？你不要看别人好不好？也许今天主对你讲话，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也许就是你，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但是我绝对相信神有神的美意，神要使用我们服侍我们华人的团体。阿们，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我说主啊，我愿意。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成为我们心中的祷告。
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咱撒个阿头祈祷，在主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把你侍奉的榜样摆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脚前。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拍落身上的灰尘。我们说主啊，我们要服侍你，我们要来跟随你，我们要来看到你眼睛所看到的，牵挂你所牵挂的，
怜悯你所怜悯的。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一生可以被你来使用，让我们的一生可以为你的教会而带来祝福。为了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祷告，也许我们侍奉你有一段年日，我们累了，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奔跑有力量，我们继续来侍奉第一天呼召我们来跟从你的主。感谢主，我们早上的聚会就到这里，当求主你的圣灵永不止息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中、家庭中带领引导我们的脚步，走在和平平安的路上。我们特别为第二堂的聚会祷告，求主使用讲台，你的仆人所宣讲的真理，可以让来到你面前的你的百姓的信心可以得到喂养。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延续华人社区、华人团体的祝福。将荣耀归给你，将平安喜乐临到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中。听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当愿天父上帝的听堂、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上帝的精灵撒加地里对大地到永远，阿们，阿们。